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是否希望将自己嘅产品攻占全球43亿嘅移动用户？喺呢个视频，我哋教大家点去做全球首页排名。我哋教大家点样用一樽矿泉水嘅成本就可以攻占呢个市场。我哋提供一个全智能嘅建站系统，半个钟头就可以建立呢个网上购物网站。大部分嘅朋友依家都活在手机嘅世界。他们用手机上网购物、看电影、去社区媒体、看新闻、看电视、浏览、搜索，全球43亿的手机用户，我们只要用一樽矿泉水的价钱就可以把它攻占下来。我们提供30樽免费试用，我们教大家怎么去做首名排位。首先，大家要建立一个手机版的智能网站、购物网站。我们提供无限的模板，只要大家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将一个网站建成。我们提供 QR Code 建立系统，大家透过 QR Code 将你的网址捆绑在个 QR Code 里面，让人客直接扫描就可以追寻到你的产品。我们提供一个全球化的免费视频平台。所谓全球化，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视频平台。我们保证，我们承诺，在大家广告播出之前，我们绝不加插广告去放映，让大家的广告在消费者面前直接展示。同时，消费者无需要下载任何程式，就可以透过智能手机看到你的广告。我们教大家怎样做全球首名牌。就好似呢个关键字一样，喺传统页面首页霸晒，去到 video 页面都系俾我哋霸晒。如果大家对以上嘅情况想深入了解嘅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联系一下。多谢大家。